大家好，您现在所看的是 SK 对战 C 队，主角是咱们的初代战神帕赛灯侠小黑，他百般武器样样精通，无以伦比的枪法惊艳众人。地图是屯营，此时阵型是两内三外，快速扔出低坡五。此刻队友取得开门红，再抛出三倍身而上，疯狂泼水，瞬间双杀隔山，打牛对方在逃脱，没子弹换手枪，同时队友再杀一人上前甩枪击，团队的配合非常默契。此时阵型两中一内两外，扔出四炸肥口，同时跳出突然队友身亡，疯狂穿射肥口墙壁，同时爆闪，再跳出来查看红楼梯，抛出擦墙三，来到车顶进入等待，上前查看红楼梯，同伴率先杀敌。这位置是阴人的好地方，不过要小心菊花的偷袭。静不下车，准备查看红楼梯。对方安装 CS 迅速上梯，转弯遇到爱甩枪击，快速下低坡，战友阵亡，祸不单行，火计灰心，迅速补枪击杀，再上挂梯查看车顶。来到一号车道查看对方在住的后枪法输，险些被爆头，还好最终击毙。时间不多，扔出低坡五准备拆宝，对方在高台小黑被杀，这个五没扔好，对方不一定在低坡，应该扔在 C4 的位置，效果会好一点。此时阵型三外两内，前去绿通协助，突然爆闪，绿通要出赶紧扔出道，小黑连续扔出三要抢绿通，对方肯定全白，狂扫击杀，不到一秒甩墙爆头，没子弹换手枪，再爆一人迅速捡起，要记住换枪永远比换子弹快。队友身亡，靠墙架枪穿出重点， C4 已经掉下，赶紧通知队友，扔出五刀三查看匪下，隔枪不断小跳观望，同伴也阵亡，最终还是决定守匪家。二打一应该不成问题，此刻要小心菊花的偷袭。最后一人被伙计所杀，完美的结局。来到了下半场，此时阵型三绿通两内，快到近点，进步前行，三人并行一起摸出，队友身亡，出师不利，继续进步前行，突然同伴击杀一人，位置暴露，赶紧下爆包点，有人迅速上前协助包匪，同伴阵亡，小黑爆头击，战友也归西，小黑再甩枪爆头，捡起 C4 查看血库，左右闪打恐吓对方先安装 C4， 就是利用对方不敢直接上的心理。小黑又变换位置来到包点阳面，此刻斜坡来人，双方一换一， CT 正在拆包，进步前行，单点爆头，对方也没办法，没钱的想强拆，此时阵型三内一中一绿通，来到旋转楼梯，进步前行，第一时间查看高台，
队友同时扔出高台，由三小黑拉出查看敌谱，团队的配合天衣无缝，同伴取得开门红。可惜伙计被炸飞，迅速前去井中，突然来人晃枪击毙。据报点井家有人架枪等待。C4 安装突然甩枪，高坡瞬间爆头，迅速回到井中。甩枪再爆一人，这亦是与枪法无以伦比，又再次爆。跨步上前晃枪击杀，则又开弓大杀四方，不愧为战神。经过一番心理挣扎，最终起把狙击。此时阵型一内两中两绿通，估计要下红楼梯包抄外场。颈部下梯细节很讲究，出来顺境查看，三楼底突然闪现狙击击中，再次开镜瞄准对方扔出四楼，有人瞬间击杀，再快速闪出瞄包点，队友身亡，快速锁定三楼，对方不出上车顶，瞬狙击毙，快准狠一气呵成，只有三滴残血，继续瞄准三楼，瞬间击杀。上车顶查看包点与红楼梯，斜坡有道具，及时通知队友。突然爆闪，及时响狙，对方极可能转那场小黑，迅速返回。此刻伙计身亡，进步下坡，先查看高台，同时战友击杀一人，锁定对方位置，来到一号车道，开镜瞄准高坡，最终 C4 爆炸锁定胜利，下次见。